携带大笔现金闯关被查获，海关人员打开行李仔细检查，穿着黄色上衣的男子和右边另一名女子呆坐在椅子上，一脸无奈。本来以为不申报可以省下一笔税金，没想到被海关查获，损失惨重。总共带了日币900万元，他没有做申报，被我们海关拦检查获。海关人员一张一张仔细清点，总共在他们的行李箱内起初高达900万的日币现金。原来这两名从日本搭机回台的旅客，怕带钱回来会被海关扣税，干脆不申报。没想到还是被安检人员透过 X 光机发现，扣掉不用申报的10,000美金额度，剩下的统统没收。除了每一个人发还等值10,000美金的日币，剩余的660万日币，我们依据管理外汇条例可以没入。大笔现金被没收，让两人相当懊恼。他们表示，这笔钱是拿来发给员工的年终奖金。现在钱被没收，员工的年终也可能跟着泡汤。因为不知道这个相关的规定，以为要课征关税，所以说他就逆位申报。海关表示，旅客入境不管带多少钱，只要诚实申报都不会扣税，但没有申报的结果就是像这样被没收充公，得不偿失。记者林中正，桃园报道。